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缉队报告，韩国女团 BLACKPINK 演唱会门票遭假卖票真诈骗，高雄警方北上拘捕诈欺嫌犯落网。本案查获时间112年3月25日，查获地点在新北市中和区，查获嫌犯林姓嫌犯男29岁，诈骗金额新台币200多万元。我们查扣的证物物品，银行存折2本，提款卡3张，手机等。本案共同破获的单位本大队侦缉队左营分局。以下为案情摘要报告。随着疫情趋缓，国境解封，多组国际大咖相继来台举办演唱会，门票一释出随即秒杀。诈骗分子足利用粉丝追星热切，以假卖票、代购、真诈财手法，先于社群网络相关演唱会门票买卖专业刊登出售转让演唱会门票讯息，以代购演唱会公关票讯息，要求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后，随即人间蒸发。本案林姓嫌犯平时以美术创作为生，因积欠大笔债务，心生歹念，竟冒用某创意公司之名，在 FB 天社团以林天师之昵称向外刊登，散布手中持有当红韩国女星 BLACKPINK 演唱会公关票门票之相关贴文，再以通信软体 LINE 与贴文底下之留言与买家取得联系，以每张门票新台币6800元之代价，诈骗数十位民众，至今获取200多万元暴利。案经多名被害人向警方报案，本局局长得知相当重视，主指示本大队与左营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并报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杨检察官汉涛指挥侦办。经查过滤，确认于新北中和区租屋之林姓嫌犯设有重嫌，并于上计实地使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北上拘提正在熟睡中之林姓嫌犯到案，并查扣银行存折、提款卡资料等以诈骗的存折。经警方深入追查，林嫌上预售周汤豪、张惠妹、五月天、告五人等多名演艺人演唱会之公关票，幸为警方及时查获，避免民众受骗，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在此，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大队长呼吁歌迷、粉丝朋友，社群平台购物常陷阱，如需购买各项演唱会门票，应循正常官方售票系统订购，切莫听信网络小道消息捡便宜，以免上当受骗，致无法入场，空留余恨。以上刑警大队侦缉队报告。